楠楠，楠楠，你先来吧。这是你的电视剧，你的感想。嗯。楠楠就说，他说一开始觉得你挺高冷。楠楠他在嘲笑我们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楠楠。楠楠，我好爱你哦，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整个生命。哦，真的吗？我看看。这么黑啊！天哪，这。